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灯为什么不亮？都坏了好几天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去了啊！别，万一摔跤怎么办？我跟你一起。演一半。走吧。你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那还不是因为你入龟毛踩我拖鞋后跟儿。以后能不能换个称呼？不要叫我陆龟毛。靖哥哥。嗯。你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，那你，和都是同一个意思。那我们现在还去倒垃圾吗？赵敏快递，麻烦签收一下。谁？赵敏。赵敏。对，城德里302，赵敏。赵敏出去买菜了。没事，家人代签一样，麻烦快些。我这边还有其他快递呢。谢谢。城德里302，张无忌，签收一下。张无忌，对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没有张无忌。不好意思，我的。谢谢。哎，您拿好，谢谢。你张无忌？不行吗，赵敏？赵敏。嗯哼。那周芷若呢？我这版里没他。张无忌，你的快递，谢谢。张无忌的，我知道。初次相遇，好像酸酸的，闭上眼睛，心却甜甜的，不怀疑。赵敏。确定，真的，我喜欢你，偏偏在这时刻，嘴角沾满了奶沫，你傻傻看着我。眼里充满了困惑，吻你吻你吻你，温柔让我的脸颊发热，抵过你的指尖，眼睛不由自主的闪躲。恰似清明，窗外的天平，还好是你懂得我手艺，别怀疑，这款真的专属于你。
来，拿呀。你干嘛？嗯哼，是傻了吗？脑子被钱烧坏了吗？